congratulations to our trading card game junior champion, Xiao Tong Yan. 等一下，朋友，帮我加油，真的很感谢。收气，恭喜世界冠军，五个能量回去。比赛进入终局之战，11岁台湾小将颜少彤快速摊开宝可梦卡牌，确认赢过对方后，礼貌握手，世界冠军出炉了。努力世界冠军，开心到站起来欢呼，拿到冠军真的太雀跃，颜少彤突然感动到哭了起来。Congratulations to our trading card game junior champion, Xiao Tong Yan. 我非常兴奋，然后真的就是台下的朋友帮我加油，真的很感谢。Wow, you must be full of emotion. But I'm looking at your future. What comes after this? Will you keep playing Pokemon? Will we see you on this stage again? Of course. 在大四组还没有打完八强前，儿童组传来了佳绩。台湾的小朋友颜少彤 ，A.K.A. 灰原土地彤彤，正在进行四强的比赛，只要赢了就可以进到隔天的冠亚赛了。全场的台湾朋友们还有彤彤的母亲一起为彤彤加油。少彤玩的是放逐牌型，四强对阵的是洛奇亚班吉拉套牌。第一局他很顺利的拿下了，第二局却有个小失误，因为太过紧张，要发动吸尘器发到了幻想门，台面上的放逐数量还不足以发动幻想门，这导致比赛暂停。裁判员们开始纷纷讨论状况，虽然不是大问题，但这可是世界赛四强啊！为了处理状况，裁判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来整理判罚。在一旁观看的伙伴们、家人们心都悬在那里，大家都非常紧张。很可惜的，可能彤彤确实受到了影响，第二场没能够拿下来。但他很快的调整心情，进入了第三场，一下子不到的时间就昏厥了对方唯一的打手洛奇亚 B Star， 很顺利的进到了冠亚军。哇，超感人啊！台湾伙伴们都超级激动的，颜妈妈甚至开心的想要请大家吃饭。颜妈开心。超开心的，超开心的哦！这是你第一次世界赛吗？是啊，哇，第一次世界赛冠军啊！我操，太猛了吧！那个右手都是阿斯顿的，右手又是，自己都不好意思。那杜鹃王我都受不了了，你加油，加油！哇塞！能够亲眼在现场看见台湾玩家从出场大门走出来，这感觉太过瘾了。少彤的牌型，这后一放逐7的牌型，必须尽可能的在后宫第一回合放逐7张卡片，打出幻想门的 combo， 对上巴西的男孩 Gabriel Borges。 少彤他扛住了前期的危机，成功开启了幻想门，利用快龙拿下了第一胜。第二局双方都还算平稳，只不过出了小状况，少彤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放逐区只有9张，导致放逐矿山发动失败。但少彤完全没有放弃，打更加稳健，最后他利用奖赏卡抽出来的盖欧卡击败了对手。哇塞，这结局也太完美太帅气了吧！彤彤拿下冠军的那一刻，我们都崩溃了。我猜到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这是那么感动的画面啊！赛后采访，当少彤因为情绪太过激动哭出来时，我们也是当场哭烂了。你很棒，你很棒。大家都很替少彤感到开心啊！来到了颁奖时间，看见少彤捧起的金杯，真的很感动啊！虽然彤彤在脸书上说了，大部分的对局都是因为他运气好，对手的手牌很卡，他才能够赢的，都是他一直抽到想要的卡片才能够顺利。但彤彤啊，我必须告诉你，抽到再厉害的卡片，也要懂得操作才能够完成 combo。对手手牌就算卡到不能再动了，你也要懂得把握机会才能够赢下胜利。你会拿到冠军，绝对不是偶然，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你有这个资格。赛后，媒体
TT 访问了严妈妈，她告诉了大家，她非常支持小孩子的兴趣，只要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她都会继续支持孩子去打宝可梦卡牌。宝可梦卡牌真的让她学到很多。说真的，我非常佩服严妈妈的心理素质。每当在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刻，例如四强的最后一战、冠军赛前、冠军赛结束，严妈妈都会一个人去静一静，调适心情。少彤今天可以拿下冠军，相信背后家人们、朋友们的支持，对她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台湾的小朋友可以那么强？曾经拿过 VGC 世界冠军的无比，还有去年卡牌部门台通组也打到了上位，今年就直接打到了冠军，那都是因为我们台湾有许多开明的年轻家长，不只愿意支持小朋友的兴趣，还能够在他们最需要家人陪伴的时候，在后面推他们一把，成为助力啊。总而言之啊，这次的横滨宝可梦世界大赛真是太棒了，能够在现场观赛，能够亲眼见证台湾世界冠军的诞生，我是最幸运的 YouTuber 吧。我相信这场胜利不会是结束，只是开始，记牌不是一定会发的，我也会继续期待台湾的孩子们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对这边呢，老爹我也抢到的第一手访问，我问到了彤彤大家都最想知道、最好奇的问题，那我们来听听看吧。恭喜耶、很累齁？对啊，好冷，打三天打了17场，打十七场对不对？哇塞，辛苦了辛苦了。你现在最想吃什么？炸猪排。好，想吃好吃的。漂亮！你在这十七场里面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有，就是 Day Two 的第一场。Day Two 的第一场。对，波三的第一把我都输了。波哦。阿尔相比，就是没有那么好打，但是后面就是连赢两把。哇，漂亮漂亮漂亮！好了，恭喜恭喜恭喜！辛苦了，加油，你是最棒的，好不好？全部的比赛结束以后，来到了最让人期待的时刻啦，要公布游戏最新资讯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场体验宝可梦资讯公开耶。大集结推出的三只宝可梦 Miniku 一出场，全场欢呼，我以为已经够大声了，结果新夜喵一出来啊，我靠，这欢呼也太夸张了吧，大家都很爱这个小猫咪呢。卡牌公布情报也让人热血沸腾，全新的悖论宝可梦即将登场了，让人联想到以前的异兽系统。悖论宝可梦结束以后，还公布了明年全新的卡牌系统，我靠，太兴奋了吧。本传游戏的情报公布的也很棒，各代的初始伙伴们全都回归了，现场欢呼声拉到最高点，还有太进化也即将全面进化，这将新系统我相信一定会大大影响未来的赛局。大赛最后的最后，就是公布下一次世界赛的地点了，2024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决定在阿罗拉地区的原型夏威夷举办。哇，场内刚好有夏威夷来的玩家，听到这个消息他好惊喜好开心啊。无论世界多大，喜欢宝可梦的心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不会改变。我们看着自己喜欢的宝可梦登场会欢呼，我们看着皮卡丘跳舞会心动，他们是从小陪我们长大的好伙伴，今后也会一直陪着我们，跟我们一起走下去，这就是我们喜欢宝可梦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最喜欢。